教練 Wendy， 今日我咧想同大家分享一個 Posterior Chain Day 嘅 program。就有四个动作，不过咧就唔系净系得我一个做，我哋仲邀请咗 Greenness 嘅 Nutritionist Janice 同埋 Kristen 嚟一齐体验呢个训练流程嘅。咁我哋事不宜迟，开始啦 ，Let's go。咁一开始咧，我哋就做廿下 Barbell RDL 做热身先 ，stretch 翻开啲 hamstring 同埋 activate 翻啲 muscle 佢先啦。个背咧长期同我夹实啦。咁然之後就到我哋第一個動作啦，四 set 十下嘅 constant tension conventional deadlift。今次呢個 deadlift 咧嘅唔同咧，就係我哋做第一下 pull the slack 之後咧，就會一直 keep 住我哋成個背嘅 tension， 落嗰下慢慢落，然後喺個底度停兩秒，唔會將成個 weight 放落地下嘅。咁只係掂住個地面啫，之後剩餘嗰九下咧就唔需要再 pull the slack 噶啦。好，就係咁，再加咯。我哋成个背项肌群咧就会全程维持收缩状态，有效训练我哋嘅 posterior chain 嘅。好攰啊！六、二、五，顶住，顶住。下边下，八、二 ，OK， 上 ，OK， 好，好啦，完，我哋做完一个动作啦。第二个动作就是 T bar roll 啦，咁我哋就会做四组，分别是十五下、十二下、十下同埋八下。Good， last one， 七，好，八，好，都上唔到嚟已经。OK 噶，表情管理满分。每一组我哋会加重少少，然后咧我哋会用个窄嘅 grip target 翻我哋嘅背阔肌。咁盡量咧喺個頂峰度收縮一至兩秒，加強翻個肌肉感受度。頂住，十，兩下，十一 ，last one 上 ，squeeze，OK， 好 trouble 噶，搞你，笑住上，笑住上。揸埋个背 ，good。我哋就是 sumo dumbbell squat 啦，咁我哋会做三组，十五下、十二下同埋十下嘅，每一组咧都会用重啲嘅 dumbbell。咁今次嘅 sumo dumbbell squat 咧，主要都系 focus 翻我哋嘅 glute， 所以咧我哋会 hip hinge 多少少，向心同埋离心都慢慢做，感受到个 glute 咧慢慢收缩同埋拉长。然后落去的时候咧，咁个上身记住唔好俾个哑铃拉咗落去，而系谂住将个 glutes 坐落去。慢落，慢落，慢上 ，good， 揸实啲肌肉落啊 ，good job， 好，
最後飛埋個後膊。咁我哋會做四組20下。首先要將個上身同地下水平，然後用個後膊將兩邊 cable 拉開。六、三、十四、十五，用埋後膊，係。但是咧，好多女仔就會發現啦，就算插第一格的重量咧，都已經很重。咁呢個時候咧，我哋就可以將個 cable 移到最高，之後可以借住個地心吸力向四點同埋八點方向拉開。咁個 range of motion 咧可以減細翻少少嘅。咁 focus 落個後膊嘅 contraction 度。用埋後膊。係 last one。OK。果然是掂的，哇！就勁得勁，果然女仔都是打不死的。咁點解要揾可能有做開運動習慣的營養學家，即、就是我哋呢其實最主要是因為我哋可能會對於大家可能在做運動的過程當中遇到的困難或者可能做運動成日啲力上不到去，到底飲食可以點樣去改善去配合呢，再加上可能同大家都交流一下做運動期間遇到的困難或者開心的事情，咁對於大家在運動表現又好啦，飲食的管理都好啦，其實個成效都可以加大咯。咁我哋而家咧同 KOF Gym 咧就個合作嘅計劃啦，咁我哋就會運動同埋營養方面咧雙管齊下咁幫大家做到體重管理嘅。咁如果有興趣嘅大家咧就可以留意翻以下嘅網址去參與詳情啦。哇！呢鏡頭係咪啊？係咪啊？你明唔明啊？你明唔明白？又係侮辱性極強嘅鏡頭呢個笑，仲要笑，太高要求啦！你做幾多大？你哋坐底都25起跳啦，可能揀老公啊。係喎，使唔使揀咁耐？其實佢哋都差唔多樣。咁啊，個頭多陣啦，唔好咁啦，做完又要數，攰㗎，去飲啖水先啦。